我想吃小羊生，吃小羊生鸡，小羊生鸡，生鸡鸡。我想吃生煎包，我想吃想吃。准备好吃的等我吧。准备好吃的等我吧。吃的还有冰糕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对，没有吃的，也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，机会请你们吃东西，吃东西。没有吃的，想吃。吃什么？他们请我吃小羊生煎就行了，每次来给我送一点，每次来给我送一点。想吃，餐是吃东西，冷餐是媒体，因为媒体在冷餐是媒体，因为媒体他们就两个就会到。那我吃吗？这个我可以吃。外面有吃的，想吃。哎，是不是有东西吃啊？多吃点。吃小羊生煎，后面说那个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好吃。有吃的吗？酒店有没有生煎啊？好了，可以吃小羊生煎，拿一根雪糕出来吃。想吃，我要吃很多，我每天排练都会吃很多。哇！最好的就是因为吃了一根冰糕，吃那个吃的就是连着四首歌，就很燥的歌，突然吃了一根冰糕，然后就一下心就静下来了，那雪糕化了。想吃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超爱吃拉面，因为在我们那边，哪里都有拉面吃，没有武汉到处。你要吃不完的可以放，超爱这个，等了半年了。主要是他给我吃了东西，然后吃了好多的，吃了薯片，可以边拍边吃，还蛮好的。等一下要再去吃点，然后吃点什么跟肉有关的吧。我想去吃一个冰淇淋。走进你的我，小羊三点。太多，我们两个可以自己多吃，因为我上次吃鸡。要多倒点汤，要大碗的，最大碗的。不是，我就要一碗，我一碗就很饱了。他如果有鸡蛋，加个鸡蛋。是我要一碗热干面，加一个卤蛋。对，是牛肉热干面。哎，我也可以加鹌鹑的啊。是牛肉热干面吗？我要普通热干面，我不要牛肉。然后加一个，加两个卤，哎，加这个鹌鹑什么去？就是热干面里面放点鹌鹑蛋。可以，我要鹌鹑的热干面。我看看你吃的就是这个。我要，但我加两个蛋。啊，不对，加一个就可以，因为我还吃完了。卡哇伊呢？发发嘞，发发。哥，海哥，海哥，海哥，好开心，好开心。我爱这个舞台。